包抢过去，免费给到凯瑞托，非常非常激烈，凯瑞托，哎，孟博龙抢头上。这双人百分大战是真的好看，双方在第四节互飙回应球，还打出了一些火药味，比赛的悬念一直持续到了最后一刻，确实是太激烈了。来看看末节比赛的精华技巧。上来一记三分小回应，哇，连续回应 ，unstoppable！ 这球罗出手那一下有点小滑了，右边又拿到这球，再来一个三分出手命中，然后再换到左边来投，这球是三分打前点，哇！从这边拿回篮板，然后孟博龙能投开吗？有，分之差。然后再看莫恩来球，这球能打到前点，但你这球又是把球直接拍出来给到 sleep， 然后直接一步过掉，两分打进，83-72，然后外线孟博龙再来一次，有了，83-75，再都看孟博龙的这个三分来追分啊，然后翻身来一下莫恩，奥斯卡，谁说我是铁王？既能防守，现在三分又能准的，兄弟们点个关注啊，不需要你刷礼物，点个关注帮忙点个关注，马上10万加了。这样篮板的话又是被孟博龙这边拿到，孟博龙现在的话要去远距离的一个三分，再来一次，漂亮啊，给到 Slim 来投三分前点，孟博龙在卡位不稳补上，等一下裁判想杀了，进攻凯瑞图，先球接的话往左边往里面突破，这球过得不错，漂亮，哎，这都可惜了，并没有命中，还是受到体力的一些影响啊，看凯瑞图一记三分出手命中，追回来了，同时调整一下，目前双方比分持平，一下子又焦灼起来了，看木有没有木有了，现在不能说定啊，凯瑞图手去单打四影空中过后 beautiful block shot， 哎呀这球没有拿稳，好，这球的话是被孟博龙拿下来，孟博龙的话也是见缝插针把这球给拿到了，这球过了但是没有打进，可惜了，孟博龙拉出来投三分反超了，90-89，孟博龙这边的话也是拿到球之后想了一记三分想回应，哇，连续回应 unstoppable，这球太夸张了，哇，问原来那么铁，没想到他能这么回应，关键时刻又来了，看一下凯瑞托，这球没能打进，球排出界了，哇，这场的话确实太诡计了啊，对，他们可以挑战，他们可以挑战，对，连一次嘛，他们也去挑战，回放一下我们榜五在胡丁的位置，面对凯瑞托的防守，这一下没有切掉，过掉了，过了这球，差点给他补上去了。哎，这边给到推人犯规，先推人。哎，那边好像就不对劲 ，CEO 拉架，快点！你能关注吗？关注必须要点起来，看一下两罚全中，我的天哪，大哥你是真毒奶啊！防三分。哎，这球的话先给他孟博龙，孟博龙的话，打一个不怕，再把防三分对，他是有这个射程的，他射程还是比较远的。现在换 Slim 过来防 Slim， 哎，这球往水平直接往里面突破，打进一个，我这边拿到了球权，赶紧出三分。哎，这球面对凯瑞图的一个防守会怎么样？连续的背后双面向自己进去，往后一传给到 Slim， 一记三分命中，哇，这个配合无敌了，还有三分的一个赛点。这个孟博龙这边的话也是点了一下右边，直接往里面突破，这球的话没有直接。往里面走，而是拉出来重新的调整一下，目前92-97，又是横射一波，以及三分出手，奥斯卡，我的天哪，这球怎么看95-97，裁判小杀，来呀司令，来呀司令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比赛呢就得看一下这球要怎么进攻了，陈梦梦龙这边的话，哎，这球滑了一下，然后一球司令给中球了，给中球了，可以看一下上来挡，面对 Slim 的一个防守，现在的话小盾带再到后手运过来，这球的话选择了直接强投出手，这球被防了下来，人家 Moon 一手拉过来给到 Slim 三分，没能完成绝杀，凯瑞图这边拿到篮板，没必要投三分，哎，那这球的话自己进去，啊，上篮命中，最后徐之少年的运气，曾经人间第一流，早犯规，最后关键球。